部训练营。天空如此蓝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信念，云会散，别再为过去伤感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故事，对吗？好像都简洁有力。眼前再怎么溃烂，心情再怎么烦，抬起头，眼泪擦干。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响应苏醒这个活动，就是能够能一起吃素。其实我们只要秉持，对的事情做就对了，就算别人否决，我们也不要失去那一个坚持的那种毅力。就练这三句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10秒练。我的一点。动画里面的神奇宝贝，小智的杰尼龟就是这样子啊。剪刀、刀布、香菇啊，香菇。香菇啊所以你做慈心应该不一定有原因，你最想要成就什么事情？发放一起九百户，不在名单上。我们是经验的传承，智慧的传承，跟慈心呢是国力的交流，创意的交流。跟小朋友呢，在他们的眼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纯洁的世界。常常在会议中会发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表达上面没有很清楚让大家接受到那个讯号，所以这几个部分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。你如果去解释、去了解、去看到，他就是在跟我们说话。50年来都没有变，但是这个世界一直在变，让我们看不懂、看不清。都要坚持做下去，因为对的事情做就对了。就是不要害怕，因为其实后面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学长学姐的帮忙。遇到困难也是可以跟其他校外慈亲协助啊，或求救。
就是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的真心感动我。我想要特意辞亲兼顾，我想要把我干部的责任一肩扛起，我也想要穿着辞亲的制服走在校园里面。真的有智慧，就是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你们可以就是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。我希望能够凝聚起更多年轻人的力量，就觉得这是因缘吧，就是因为这条线可以牵着大家，如果这条路继续走的话，其实能学到的更多。我们一起加油，不管未来有什么困难，后面还有人可以陪伴你。